经典女团 Kara 时隔七年强势回归，除了在年末颁奖典礼上展现新歌出舞台美翻全场，五位成员还一起登上各大综艺节目宣传，不止在认识的哥哥中惹哭 Super Junior 希澈，出演 IU 的调色盘时也让 IU 忍不住热泪盈眶。看来 Kara 超励志的回归不仅感动粉丝，他们的故事同行偶像们看在眼里也都相当动容。而这次 Kara 的新歌 When I Move MV 刚释出，中共上韩日台发烧影片前三名，音源表现也相当不错，姐姐们更抓紧流行趋势发起了新歌舞蹈挑战，引起乐坛后辈们超积极翻跳，包括超夯男团 SEVENTEEN、 实力女团 ITZY 等都加入了挑战。不过掀起最大讨论的竟然是 IU 的这段练习影片，一开始超有气势，结果不到三秒就失败，超崩溃的 IU 真的太可爱啦。再看一下其他挑战影片，只能说知恩这个真的是很特别啦。当然 IU 也有放出挑战成功的影片，让粉丝们也笑说不准笑，这不就成功了吗？Thank you.